胆小者请三连完以后自动撤退，本故事应该是虚构，如有雷同纯属自己吓自己。我依然都鬼故事开讲了，你有人有人开饭了吧，你应该不要在底下办吧，我不办吧，我把饭把弄出去了，谁也不随意办吧，主要是我一办我那手不由人，不由人有谁有鬼，狗控拌菜有鬼。我觉得阳气重的人自然而然就不怕寒，就觉得没什么。阴气重的人就是……你怎么知道阳气重不重？你就看你自己，你怕不怕这种东西？我就是那种刚到那个黑的地方，就是我每次上大学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每次阳天黑之后，我要回去的时候，就路过那个地方，路过那条街的时候，我都没想啊，什么没想，耳朵里边插着耳机，你知道吗？听到音乐，什么都不想的时候，噌一声就汗毛全都立起来了，噌噌噌就觉得特别凉。现在我总感觉，我如果是一个人啊，就是大白天，我一个人走在一条路上，我就感觉我后面有那种脚步声。对，我也是。这个东西就是说，不是你别人告诉，因为我妈会常告诉我说，有什么怕的？没什么怕的，因为她不怕嘛。对，我妈妈也不怕。我妈就是我妈妈大半夜她一个人就走了，她就走了呢。我没办法做到，就是那种生理反应，对不对？控制不了自己，控制不了生理反应。之前我的朋友给我讲一个故事，就是他是过年的时候，他爷爷不让他在家吃饭，然后让他回家拿什么东西，然后他当时就很生气，因为一家人在那儿嘛，然后他自己要回去，他当时那会儿就很生气，然后一路走，然后他那会儿是路上只有一个人，就他自己，然后他一走就走，很生气那会儿还要走，就是到那个坐电梯嘛，坐电梯，就是他每一层，他们家住的十八楼，他是18层地狱。没那么邪乎，18楼，然后好像都没有18层，是不是？就你说18楼，让他你甭活了。真有吗？他是每一层那个电梯都会开门，你知道呗？那真吓死了，晚上的。是那个蓝银事件。然后蓝银事件。然后他就是上楼以后，就在家里面待着，后来就是很生气嘛，然后就当时我没想，后来自己坐在那儿冷静的时候就那个汗毛一下就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就自己一个人走那条黑色的那个路啊，觉得就自己一个人走，然后上那个电梯的时候就每一层停一下，每一层停一下，他自己坐那儿，然后就一下就汗毛竖起来，然后开始点了三根烟立在那儿，在家里边自己抽了一根，点了三根烟。这种东西反正就是你信的人就那个，你不信的人也不那个。反正我觉得我去年住的那个房子不知受到什么外界干扰，话筒无辜出现故障。我去年住的那个房子就是，它是一个老房子，在美国这边有200多年了。那个房子特别好，我们都叫什么叫白宫，说因为那房子建设的特别好，然后我们就住整个一层吧，进去特别的大，一层间，两个厅，两个卧室，两个卫生间，一个厨房。就那个房子，我是住的总觉得不舒服。因为我们两个卧室是我和那个一个同学合租嘛，他在这边住着，这个前门就后门那边住着，我在前门那边挨着，就是相当于这两边两个卧室，然后我在那边住着，然后反正就下午一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，我就总觉得有人出来进去似的，就出来了进去了出来了，就是反正就老觉得有人在这房子里边活动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反正我就在那住的不是很安心，睡觉也睡不太好。你没见我把那个卧室里边挂了那么多灯？你当时还问我说你这么亮你能睡得着吗？但是我就是因为那种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晚上就是不敢让它黑了，就是把所有的串灯，把墙上挂的全都是串灯，然后就不敢那什么。然后后来反正是因为和那个房东发生一点矛盾嘛，然后我们就搬出去了。搬出去之后，然后我们搬到那个新的那个 apartment 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大哥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大哥说幸好咱们搬出来。我说怎么？他说那个房子里边有脏东西。我当时正在说的名义似的，没有，他就这样说一句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所有的汗毛噌全都竖起来了，就是。